姨的古文时光机。江南，佚名。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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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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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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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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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们一边工作一边唱歌，这么开心，让我想起一首叫《江南》的古诗啊。江南，江南是什么意思呀？江南是中国长江以南的地方，而《江南》这首诗是写采莲的。采莲是不是采摘莲花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定是采摘莲叶。采摘莲叶有什么用呢？嘿嘿，莲叶可以用来包糯米鸡，包珍珠鸡，包荷叶饭，还有一天到晚只想着吃，是采摘莲子啊。采摘莲子，莲花花瓣脱落会留下莲蓬，藏在莲蓬里的果实就是莲子了，而莲子可以制成莲蓉呢。嗯，蛋黄莲蓉包，双黄莲蓉月饼。江南这一首诗就是描述一大群人一边唱歌一边采莲的愉快情景。小肥、文文、 Cherry， 我们也要去采莲。去江南。是莲蓉包的香味呀、啊！哇，好多鱼啊！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